不是 T 是短一点。每人30块零用钱。我还没准备好吃食，来，给他试试环
环境就这么简单，这是我们家里比较仙人掌的。那等一下到了隔天，他会不会身上长出仙人掌？不会，百分之百不会。然后我就做了一本小瓜的观察日记本。把那小瓜拿出来。没关系，它自然会进去的。好，首先介绍这个叫糖霜，从这一位到这一位和这一位都是我养的，剩下的都妹妹养的。再来，我们有偷藏的两只猫咪，如果观众眼力的话，应该会有看到。还有这只，还有这只被挡住了，就是它。它为什么脸不是对外面？它偷偷的看着。哦，好。好，然后呢？这位，你要喷一下它。原本我以为小瓜会住在这里，所以呢，我就写了一个墓碑来吓它。你有在想，瓜牛应该看不懂国字，所以它应该是从外国来的，所以我就写这个。哦，所以如果它是外瓜牛，外瓜牛。这只是小猫咪。小毛哦，然后这只是玫瑰蛇，这只是蜜梨，就没了，看你了。这只是小葡萄，第六只死的啊，那是暴皮的，好，暴皮了呀。这是我的葡萄，小葡萄，这是我的猫咪，这是我的海草，什么叫？这是我的毛毛。这是我的糖霜，这是我的五一浪，非常好。好，这是常驻蝴蝶人，这是蜜花落香奈乌，这是常驻蝴蝶人，这是灶门祢豆子，灶门 Netco 家。头穿错边了，头穿错边，对，衣服穿错边，而且还这样，因为他就冲，然后所以他就啊，米豆子哥哥有什么怪的地方吗？什么？下面的第二个小伤六点多。